码事。一四七七。我们密码是147753 147753。我们现在是基伦杯水友赛海选啊，海选 MVP 将进阶起飞。感谢湘西金轮的鼻涕液送上的聚变反应堆。今天是正式海选了哈。啊对啊，也不是非正式，反正我们现在打那个，现在打的都可以晋级嘛，啊，都是在水友里面，这个我们的是吧？直播间水友选出来的。好，开始聊。中单这一盘的中单对决比较精彩啊，但是这个杰他带的是真符，你怎么看？嗯，他可能是看左边的阵容吧。他看左边的阵容，觉得有一个征服在后期会有一点作用，对，不然他打团能力也会强一点，嗯，不然他带个电刑可能没有拿到很大的优势情况下就没作用了，只能去处理一下这个卡莎和男刀，但是男刀和卡莎都有一定的逃生能力，且卡莎带了一手虚弱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这把这个杰应该会很瓦，你觉得呢？是吧？应该会很瓦。中路经典对决，嗯，上路的话莫德凯撒对阵皇子，从对线上来讲的话，那肯定是莫德凯撒要舒服一点啊，你觉得呢？对，莫德凯撒要舒服一点，嗯，他这比较莫德凯撒，嗯，比较能耐，有一定的回复能力，然后带了一个多兰顿，他应该复习也是带的复苏加那个复苏之风，对，他这个应该很难打，上来就被拍一下啊，缺少一点经验啊，那铁男还是比较老道，缺少一点趴我，嗯，从阵容上来看的话应该是蓝色方赢了，你觉得呢？是的，我觉得这个阵容对蓝色方的话胜率大概在 70% 左右，蓝色方这边感觉打野这把重心要放在下路了，嗯，对，他只能配合锤石了，哎，摆了一下，所以这一盘的话除非说红色方啊有几个打得特别好的，哎，这波抢二还不错哦，勾的不错哦，他这个勾有点东西的，坏了，要死了，叫双刀没用了，叫这个虚弱没有用啊，哇，这个锤石有点屌的，哎，VN的话判断不是很，是吧？他如果交闪硬点的话，开个起跑也冲出来了，这个时候，反应过来了。这铁男的话又带的是 TP， 所以这皇子带着点燃打不出优势，嗯，你说？对，打不出优势就炸了，没有升，对，炸了。上路的经验感觉有点。好看一下套装点燃，这边 E 直接翻墙，哎呦，手里剑打中。那死不了啊，起飞，我们这血量判断非常的好，是吧？非常到位，下路是优势很大，中白摆了一下勾到了 ADC， 但是呢对面打野来了，这一波是勾引啊，看怎么处理，锤死啊，好 A 他给灯笼加护盾的强杀，这个闪现交的不错，中白非常到位，然后呢右上哇再勾啊，这个勾没勾中，队友来了，这一波维恩是要死了，闪现舔没舔到，这边也是闪现的 Q， 先收掉，正好躲掉了阿木的铁，这边锤石应该是，哇，打到最后一点血，漂亮，牛的，这一波下路很细节，赚大了。我们刚才说蓝色方胜率非常高，但是说你看看这个，你现在怎么看？嗯，说实话，我觉得优势还是蓝色方的。优势大还是优势大，就是，闪现勾极限距离啊，引勾到了，哇，这波锤石很秀啊，看一下这个杰好像有点强势哦，仗着自己有点燃 WQ 上去直接给一套触发电刑，杰也是不给他大招啊，哎，这大招是没好还是什么，好了吧，好了，应该是有的啊，杰杰一开大泰隆立马按啊，对吧，他是心里有数的，就看杰，哎，这波可以了，给大，为什么，哎，这个杰你他是不是失误了，嗯，啊，这波感觉对挂上隐杀阵，对，他挂上隐杀阵大招，嗯，
八十一点伤害，直接往后拉。对，隐杀阵，然后放个鬼斩，鬼斩是必中的嘛，对吧？然后再套上点燃，基本上是带走了。泰隆看了啊，也是没有用了。其实刚刚那个情况不用犹豫的哈，就是火力全开，全部交了，就死不死不管嘛。哎，这波想 EQ 在塔下，但是一个走位拉开了，看了一下开大招，哇，不虚的盖大招，这个护盾直接绝望，还不开，哎，为什么不关啊？感觉有点瓦。哎，来了，哟 ，EQ 有吗？看一下中路开大招，一起开技能的话呢？没有中，爆不死，上路也是跑掉了。这边血量哟 ，WQ 直接一个鬼斩，推到墙上，给上点燃，给上虚弱，伤害不是很够。一个 W 打到小兵身上 ，VN 的话有点小激进，卡在塔的边缘。三环触发并没有死，这边不能碰上来，就是不是闪现触发三环，然后一个灯笼，加了个护盾，哦，非常棒。这个 VN 操作还是可以的哈，你看他在塔前那个对拼细节啊，他血量很少，但也不慌，就一直卡在塔的射程范围的边缘极限啊。对。哎，很棒！对这个防御塔的距离把控很到位，掌控很到位，应该是个职业 AD 啊。是的，看一下上哇，上路差距巨大了，现在啊，十等打八等了。本来英雄上就可以吊打你，现在等级上又领先这么多，操作上也领先不少。哎，这边的话是要收掉，哎呦，小灯笼还好没卡住，反手勾一下，给个钟摆，给个大招，这边反手收了。打野滚下隐身，再送你 ADC 触发了护盾，布隆只能跑，但是没有用了，再来个勾，这个 CD 很短，哇，三杀！感谢北美女粉同志念念的钻粉，感谢念念。哦，这波这个锤死很细节啊，嗯，很细节。细节的点就在于他看到人的第一时间，他并没有上去帮 VN 去给到一些控制，他是第一时间往后拉，然后让 VN 反方向逃跑，给一个灯笼再拉回来。啊，两个人可以操作。对，我们再看一下这波团战啊。看他，看一下崔石，啊，先没有上去，给了个灯笼，先救队友，然后反手勾过来，给大招，给中摆，摆两个，啊，他是往右下角摆的，非常棒。这个眼是什么意思？插了两个眼是怎么说？九月，这两个眼是有什么说法？可能是想，挡一手灯笼，对。哦，这红色方的眼。哦，那个眼。红色方的眼。这两个也是，应该是一人一个，按错了，按错了，有点高，对，强度有点高，有点紧张，这波有点紧张，庆祝一下子，是 ，OK， 庆祝一下 ，OK， 火败王来到了上路，要冲塔吗？先吃个塔皮，当你的面吃 ，EQ 好，晕住，推一下，拍没拍中无所谓，但是呢，还好，这边又是勾到了，给个钟摆回来之后，没有办法触发三环，跑掉了，这边傻布隆，布隆举起盾，有点肉的。真实伤害也不太行，又插了个眼，这个话勾不中啊，这个被小兵打，这个又插了个眼，这个眼又是什么说法？他是想吃饼干吗？可能是想让对面的 AD A 这个眼、啊、A 就是在操作的时候啊，就插眼让你 A 到眼，对吧？就点到眼插的队友身上，是这个意思啊？啊，就往AD 或者自己身上，反正就乱放眼，你这样的话就容易点到这个眼， 对吧？啊、哦，明白了，读懂了。哎呦，这个锤石还是很专业的哈，但这一招好像你怎么看？挺细节的哈。对，很细节。闪现勾中了之后，看什么时候插的眼哈。哎，收掉，点他。哎，不对，是上 AD 的时候插的眼。哦，行，搞不清楚情况，嘿好，来，搞不清楚，搞不清楚啊，哎 ，TP 了，莫德凯撒坐不住了呀，看到了，看锤石怎么处理呢？分开走先，钟摆推一下，给灯笼勾一下，要反打，感觉是可以的，灯笼捡了躲掉了大招，给上大招，这边啊，木木终于赶到，填了一下，推一下，给了个大招，锤石要死了，钟摆再耗一下，看 VN。哇，这边是炸了，开铁男也死了，哇，这一波温输出打足了，输出环境非常好啊。对，锤石是把这个铁男给他拖住了，拖了很久，这边又插了很多眼啊，你看。没什么装备。对，泰隆没装备。其实这一波，这一波呢，铁男找的机会还是不错的哈，那个后面那个眼，估计也是有交流，这边是大招盖住之后伤害不够。
铁男是肯定跟夏洛沟通好了，说你们在对吧，草丛插眼，我找机会来踢一眼，治一波这个边啊，应该是个想法。机会找得不错，但感觉他的队友好像没有办法给他提供输出啊，差距太大了，所以这一下也把铁男给他玩崩了，也不能说崩吧，就是发育没那么好了。现在开始满场的掠夺资源了。哎，这个灯笼看到了人没勾中无所谓，逮到了铁男一点办法都没有，还是挺肉的，开了个大招躲了一下。哎，这波还不错，拍了一下，木木感觉要死了，还在打，哇，单杀650，自己没死掉跑掉还不错，这边是要杀一波边了，行不行，跟他点燃勾了一下，这个勾太致命了，没有办法收了，哇，没死掉，我操，这好气啊，这就没得办法了，铁男跑掉了还行，铁男刚才那个大刀给的非常好，保住了自己的性命，然后又单杀了一个阿木木，还挺肥的，收了650，这边泰隆也是意识到要杀一波边，哎，过来之后坏了，铁男死了，锤石那个钩太重要了，保住了他啊，没那个钩的话他是肯定死的，必死的，必死无疑，很轻松啊，收掉没人骚扰，哎下来了，有大吗，没大，没闪，坏了，这他是爆炸果实下来的，大招还没好，本来大招往上一跳还能跑，太峡谷喽，一波团战勾一号，怎么说嘛，峡谷过不去，小兵挡住了，阿木顶上去，好，峡谷撞要强推，舔躲勾没中，舔到了这位置，怎么说，往前上不开大，只是一个威慑力吓你，好，铁男绕后，但是哈，要怎么说，给他了吗，给了谁，单挑 VN 在里面跟他单挑，看看 VN 死还是铁男，铁男开了一个盾，拍了一下又触发了盾攻，最后一下1000块，铁男地大攻好说，哎，但是铁男不行，闪现收掉，随时的勾一下，哎呦还不错，看一下舔夜四杀大，怎么说，秀不秀，五杀手里剑，漂亮，起飞，感谢风哥哥的大火箭，感谢独自享受的飞机，谢谢风哥哥，感谢，这波你怎么看，这波铁男打得很棒了，但是没有人去处理这个劫了，是，而且这边是一波4-5，皇子并不在阵里，对，这波铁男单吃最好的结果，就最多只能打成这样了。对，怎么打啊？铁男这波一个人单切，收掉温其实蛮难的啊。这边的话，杰是反应很快啊，先过来吃一个很肥的铁男。其实打得不错了哈，但是对没有办法了，蓝色方也尽力了。蓝色方这边主要除了铁男，其他人都没什么伤害了，对，没伤害，对，然后这边又是一个征服者，是的，我们水友赛的第一个五杀诞生了 HGJKHSD。 说实话这把的 MVP 我会给到锤石，谁，锤石，锤石，哦，对，没有给 VN， 给了锤石，对，为什么 VN 的操作也很亮眼，但是这个锤石可以注意到，就是从游戏开始到现在21分钟，基本上没有犯过任何失误，其实每一步的细节都非常的到位，而且操作也很亮眼，是，是，我们，所以我们也是在说这个锤石很强啊，VN 当然也打得也不错哈，只是说相比的话，的，我们只能给一个 VP。九月是选择了给锤石。弹幕的话呢也是支持锤石的比较多，锤石和铁男的话你会选择给谁，还是锤石，我会选择给到锤石，还是给锤石，因为 MVP 只有一个啊，虽然我很想给铁男啊，还不是闪现，应该最后一波了吧，拍一下，太脆了，给了个大招，单吃皇子血量还不错，在塔前哦，勾一下，给了个灯笼，给了个大招，这个位置还挺好的，看一下这个 EQ， 哇，要立功哦，哎，闪现躲掉了，
布隆顶上出发被动九百，哎，不好说，难道说红色方这一波团战打的其实有点放松的啊？哦 ，EQ 鬼斩刮掉，哦呦，双杀没办法，这波还是一波四打五，嗯，四打五，这个就没机会了。本以为有转折点的啊，但这一盘杰的存在感在前面没体现出来啊。对，前期没有声音。对，后面的话装备比较好了。三杀，好，守个龙，最后一波了吧？这应该是最后一波了。好，守不住了，放弃了。好，最后一波团，看一下，勾到了铁男，坏了，直接没了。挂那个劫，哇，这么一点血，难道说是单杀吗？卧底过个，哎呦，这个闪现 Q 接闪，差点把这个劫给带走了，就那么一点血哈。所以说铁男这个英雄还真的很猛啊，很猛很猛。像这种情况他一个大招既能躲掉对面的这个集火啊，然后又可以单吃对手，非常厉害。但是没办法，队友的劣势太大了。对，劣势太大。来，请投票选出你心目中的 MVP。 嘿嘿嘿嘿，ADC 就几票啊，这把这个 ADC 打得很好，很棒啊，很棒，但是他就几票。对，VN 心态炸了，浪了一波。VN 心态炸了，难受。哇， VN 说我这把前期这么塞，这么的卖命，这么的认真，结果得票只有41票。很难受。哎呀，这太冷了，太冷了，太冷了！这为什么呀？为什么上单的票也很多，都没有给 ADC 呢？搞不清楚状况啊！可能是因为 VN 中间浪了个一波两波吧。浪了一波两波吗？装个杯，装个杯，装个杯。哦，对，然后被终结了。那也不至于吧？是啊，前期的操作很亮眼啊，这边。对，前期很亮眼啊。看一下水友们怎么说的啊，大家可以发表一下你的想法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头上路的话是纯稿子啊，给上单是纯稿子，辅助打得好，三条狗都行，前期没锤时能有中后期团战发挥不行。全靠辅助有稿子很难选啊。OK， 好，锤石啊，第一个入选的辅助，哦不对，那天蜘蛛也入选了对吧？对，那天蜘蛛啊，对，好，加他好友，